据媒体报道，7月22日，刘畊宏微博晒出小泡芙6岁生日派对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小泡芙一身蓝色蓬蓬裙扮成冰雪女王，十分甜美，粉雕玉琢，越长越好看。小泡芙笑的时候都可以融化很多人的心。大家都说小泡芙是小小的眼睛人当中最可爱的孩子。小泡芙的可爱让我们觉得十分的温暖。现在看来，小泡芙的眼睛也变大了，越长越标致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